是咱较早读册时阵的桌啊。迄个时阵，你阁会逐工买早顿互我。也阁有这個，这是咱头一摆约会我穿的衫。你即马哪会定安尼爱着别人？食物件我拢总无爱啊啦！啊，莫艰苦啊啦！阿公替你搭遐个物件，含只树仔枝哦，拢做伙烧烧的啊，吼！要点嘛哦？稍等一下，伫外口袂使随便烧物件，会产生足侪毒气的。你也要，你就爱滴这個，卡来烧。妈，你莫乱啊，唔好乱教啦。就算吼，恁戴这个防毒面具嘛是袂当学袂烧，无吼会污染着空气啊。像这个哦，会当回收的，就请清洁队再倒转去回收。像这个哦，较细型的，若是会当回收，就请资源回收车；若是袂当回收的，就给粪扫车，安尼就会用的哦。哈，安尼足麻烦的呢。啊！你规日一碟烧烧的就好啊！你是底吼？千万唔通乌白烧粪扫甲家具哦，唔那是哦会造成空气的污染。你乌烟哦，嘛会影响着开车的安全。若较严重的，会可能会造成火灾，佫会罚钱呢，上悬会罚100,000块哦。原来烧粪扫甲家具会罚哦，啊烧这落叶啊，烧这废材也会罚哦。啊，反正吼，你乌白烧物件来罚钱就对啊啦。嘿啊，唔那是危险哦，伤心。更伤钱哦。